金有什么用吗？买吧，租房，租房可以租房的时候，那租房、还可以贷款，房贷。对，房贷。住房公积金是这样子，个人交一半，公司交一半，但是公司交那一半不能从你的工资里面扣出来，公司交了就是公司的，公司给你们交进去，个人交了就从你们工资里面，就它本身里面有一个应得收入嘛，没有拿到手之前的收入，那就是交上去之后，各一人就是你跟公司一人交一半进到你个人的账户，这个钱都是你们自己的，不是说公司交的就是公司的，这个钱都是你们自己，就是说你们拿50%去换50%回来，那一般的话是5%-20%的工资的这个基数来给你们缴，具体多少，那是你们跟公司之间的协商结果，可以按5%，也可以按20%，只要你们愿意。这从来都没有啊！你先听我说完。十几年都没有。对，你们大家都不关注这些事情，所以公司他也就蒙混过关了，觉得这些东西给你们推迟2年或者不给你们交，那也无所谓。但是这个东西是法律规定一定要给你们交的。社保、住房公积金的东西很多，法律规定不能打人、不能骂人、不能什么都不行。那、法律规定有什么用呢？我告诉你，中国的法律是最没用的，这个也是没用的。我可以这样说这句话。你这句话我非常赞同，一点绝对赞同。什么买社保啊，什么公积金，这全是狗屁。老板一句话，人家喝杯酒，什么事情没有？你这句话我非常非常搞这一套。但是为什么我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这话呢？没用，不是没用，是因为你们都没有去争取。有谁是天生是会把一块会把一块饼一块肉塞到你嘴里面去的吗？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所有的权益要我们个人去争取。他不给你，为什么不给你？因为你不去争取，哪怕你知道了，你也不去争取。那这有什么办法？那只能是这东西，只能是一直。